嗨，大家好，我是阿 Q。然后今天呢就突然发现六月份好像再多了一个周，可以让我多做额外的主题。但其实因为一直没有特别多的想法，但只是想要来做一个可能更随机一点的。因为其实之前做了很多关于感情方面的，包括灵魂伴侣、双生火焰，包括以及断联关系的一个能量状态检测。然后其实我一直是想要跟大家强调的一个点就是。不管是测你跟对方的关系也好，还是你在事业当中的关系也好，怎样的这种互动的关系状态的能量检测，它其实都是在告诉你说，每个人都在跟别人的交往的过程当中，会反射出你自己的内在的成长课题。所以今天我更想要做的一个主题是关于你内在的一些成长的课题。但这个不是说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架在里面，然后我是想要去看一下，说就是目前卡牌会给到我们一些怎样的一个消息，就是有点相当于是你现在需要听到的一些消息，宇宙给你的信息，或者说指导灵给你的信息，或者说你自己的高我给你的信息都好，你怎样理解去都好，就是一个随机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接收。然后这个是一个 timeless 的一个状态，就是不管你什么时候来听到这个视频，它可能都会有一些你需要听到的消息在里面。对，然后这个是关于今天的一个主题的一个状态，然后关于阿 Q 的个人占卜，然后我希望大家是可以通过我的邮箱和 Instagram 来跟我预约，然后目前可以预约的时间是周三到周六的时间，然后因为我现在人在新西兰，可能跟你在不同的时区会有一定的时差，然后这个需要大家去敲定时间之后，然后再来预约。然后最后开始之前，然后想要先讲的是关于就是。大众占卜的事情，这也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事情，就是，希望大家每个来听大众阅读的人，去带着一个 open 的心态，因为这是一个集合能量状态的一个诠释，所以它不一定会符合到每一个人。如果这个里面就是没有符合你的消息，跟你完全不相关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你不在这个集合能量当中，或者说你跟我本身，因为就是每个人其实跟。是有合适的塔罗式的气场的，可能你跟我的气场是不太合适的，所以那可能说，那这个频道可能就不适合你。然后这个是关于大众阅读的一个东西，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或者说觉得想要去更准确的话，建议你去听个人占卜，因为大众阅读有的时候，当你就是太过于依赖，或者说沉迷于听大众阅读来给你。的一些信息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过滤掉一些你需要听到的消息，而听到的是一些可能是一些更加迷惑的信息，所以你需要去做个人占卜来更确定说你自己的状态到底是如何的。所以这个是我希望在给每一个人可能听过很多塔罗师或者说大众占卜的人的一些建议，就是你可以去听，但是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去给他加滤镜，千万千万不要去轻易的去对号入座，否则的话你会让自己的一个状态更加的迷茫，甚至是更加的，就是不知道要如何去走。因为有的时候去相信自己的直觉，或者说相信自己经历的一些东西，你才会知道说正确的选择、正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塔罗牌或者神谕卡这些东西给到你的，永远只是一个参考，因为毕竟抉择和经历，或者说那些东西都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的，好吧？然后这个是我想要讲的这个东西。然后我们今天就前言少一点，然后来讲一下，就是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然后首先第一个石头是这块蓝色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其实是有一点蓝黑色偏紫。OK。然后第二块石头是这块紫色的，加一些小透明。然后第三块石头是这个橙色的，算是玛瑙吧，但我也不知道。OK，然后这个是今天的三块石头，大家可以在这里暂停下来，然后去感知说跟你就是召唤力最强的那一刻，然后去选择。然后今天的一个主题，就像我刚刚讲的，是关于当下你需要听到的一些消息，可能是来自于你的指导灵，或者说你的高我，你怎样定义它都无所谓，就是你当下可能需要听到的一些消息。然后这些消息可能是随机的，它可能关于爱情，可能关于事业，可能关于你现在人生的迷茫也好，它都只是一个能量状态的一个描述。然后希望当下，在你听完这个视频之后，能够有一些收获，然后真的能够获取一些疗愈的力量。好，然后那我们就先开始。
OK， 然后现在是选择第一组的人，然后今天的主题是关于你的高我，或者说你的指导灵，然后或者说是你怎么样定义它也好，宇宙给你的消息也好的一个状态。然后今天我可能会在抽牌的过程当中，然后如果有一些就是随机的信息，或者说我想要了解更详细的信息的话，我可能会读取书中的一些东西，然后来给到大家更详细的一些东西。然后这是选择第一组的，然后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选用 Black Moon 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给到第一组的人，选择第一组的人的消息到底是什么。然后其实我想要用到一个结构，就是关于当下你现在在哪里的，你的状态是如何的，然后接下来会进来怎样的能量，然后以及最后给你的建议的这样的一个牌阵的模式，然后来去传达今天你需要知道的一些消息，好吗？然后首先是关于选择第一组的人你现在的一个能量状态。Okay, there we go. Seven of House Partners. 然后首先在这张牌出来，其实我会觉得当下可能在选择第一组的人里面，你可能更多的能量或说精力的状态都是投入到关于一段 relationship， 它有可能是已经存在的，或者说你想要开始发展的也好，它都是一个关于就是另外一个一半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能量。然后其实我会觉得，其实在这个里面，当然它也不一定是指的是关于感情方面的，因为 partner 它有可能是 business partner， 也就是在讲说它有可能是事业上的合作伙伴。所以其实在当下你选择第一组的人，可能更多的人的一个能量课题是在于关于如何去跟他人合作，以及跟他人沟通，然后甚至是关于已经存在的一个恋爱关系的一个进展也好，这个是关于你当下现在的能量的一个大的主题在这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组，不是第二组，然后第二个星系，因为等一下我会来做这个卡牌的补充，现在只是说大概的一个框架是如何的。然后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是想要问到关于第二组的人的，你接下来会进来的能量到底是什么，是怎样的？Creativity。 然后其实当看到这张牌的时候，就是我会发现其实可能在选择第一组的人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你们现在可能是处于一个在寻找一个 partner 的过程，就是我会觉得甚至是有一部分人会可能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处于一个自己一个人的状态，然后也许是曾经因为一些可能在这个方面上面，就是可能在感情关系上面有过一些伤害，或者说有过一些就是可能不信任的东西也好。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就是想要达到那个和谐平衡的一个关系状态的一个能量。然后但是可能因为过去很多的事情可能不太幸运的事情发生，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一直那么不幸运，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就是可能看别人就是 你所羡慕的别人那样的幸福的状态。然后所以这个是你一直可能在处理的问题，直到现在为止。但我可以看到接下来这张牌 Fifth House Creativity， 因为其实在第五宫的能量里面，它其实讲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关于爱情，就是跟爱情相关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爱情刚开始的阶段。所以我会觉得选择第一组的人里面，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里面，会有一些可能新的恋情出现也好，或者说会有可能关系到一个可能怎么说，可能更 funny， 就是更好玩，可能更轻松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能量，就是它开始慢慢的，像之前这个可能是一个很沉重的 responsibility 的一个状态，开始慢慢的就是
怎么说 enjoy moment 那种感觉，就是我会觉得其实当下的可能也许如果选择第一组人，你真的在处理很多关于感情上，或者说当然不一定是感情，就是可能是有一点像是可能沉重的一个 response 责任感的一个状态里面，从一个从很就是很强烈责任感的状态里面发展到一个就是可能开始慢慢的游刃有余，然后开始能够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快乐的一些能量的状态。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转变的一个东西，因为至少在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的负面的东西。OK， 然后这个是当下这两张牌里面可能我现在能够 get 到的一些消息。然后最后我来看一下说关于选择第一组的人给你的一些建议。对，甚至其实我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选择第一组牌的人里面可能还有一部分人是会在可能刚刚进入到婚姻的状态，已经是在备孕或者说即将有小孩诞生的一个过程。因为第五宫他也有就是关于小朋友关于孩子的一个意思。然后可以看到第 OK，然后这个 make sense， 然后这个 Chiron 这张牌，然后出现它在你的建议位，然后其实这个牌的意思，它其实在占星学里面是讲说，是怎么说是一个疗愈者，是一个受伤的疗愈者，他可能自己受了很多的伤害，但他还依然去选择去疗愈别人，甚至可能说的 sad 一点，就是他没有办法去疗愈自己。但其实，在这张牌的能量里面，我会觉得是关于这个，就是在你第一张牌里面出现，就是你现在能量的牌位的这张牌出现的一些你需要疗愈的东西，也就在讲说，其实你是开始慢慢的去往一个怎么说，把感情或者说把就是跟他人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处理的东西当成一个非常对你来讲可能过去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东西，可能你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或者说甚至说你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一些问题，然后这些问题会带给你一些挫败感，会带给你一些甚至是不信任感，就是这些种种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问题，它其实是在告诉你说你需要再去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朋友、家人、恋人，所有的跟就是跟只要是跟任何的其他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都有一定的课题要做。可能就是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去疗愈的部分是你需要去疗愈的那些可能就是去处理和接纳跟对方不同的那些东西，就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会按照你的想法或者说你的意愿去发生，或者说不是所有人都会就是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情，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行为模式或者说思想，这个都是一个就是是一个多元包容的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有一个怎么说，就是有个水的力量，就希望你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包容或者说接纳，甚至是怎么说就是把那些过去的压在你身上的沉重的负担或伤口也好，去慢慢的释怀掉，甚至是一个放下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在当下的这个能量进来的过程当中是一个轻松的能量，是一个愉快的能量，所以你需要先去就是放下你身上沉重的负担。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学会那种就是享受当下的能力，因为有的时候当你可能比如说，因为我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选择第一组的人，也许你曾经是一个就是你一旦进入到一段关系，你会觉得就是这个就必须要长久，就必须要是就是你理想当中的那个结果。但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是会变的，这个世界里面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你需要去接受的事情就是我要在那个变化的过程当中享受当下的快乐，这个才是能够带给你就是可能在你第七宫的这个课题里面，就是关于跟其他人相处的这个课题里面你需要去释放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不是所有东西就是都一定是定死在那个框架里面，它可能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当你能够以一个更灵活的状态，更接纳的态度去处理你跟其他人关系，或者说你跟其他人之间的价值的分歧，或者说一些冲突的时候，你才会得到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原始。因为其实在第五宫里面是一个原始的孩童般的快乐的那种感觉，它是一个轻松的状态，我就是单纯的开心享受当下这个 moment， 我没有烦恼，没有一些其
其他的后顾之忧，所以这个是你需要去处理的问题。甚至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觉得有一部分人在可能现在的当下的能量里面，一旦不管你是跟处理跟谁的关系也好，你都会有过多的一个怎么说，甚至是有点 over analyzing 的一个状态，就是过度的分析或者说过度的假设，去给别人去假意，就是多加一些额外的一些可能别人本来不是这个意思，然后你自己去想象当中会有这个意思，造成一些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的一些阻碍和冲突的东西。所以这个Caron 这张牌就在告诉你说，你需要去慢慢的去疗愈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累积下来的一些负担的东西。 OK， 然后这个是关于 Black Moon 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Moonology， 看有没有一些额外的补充的信息关于这三张牌。然后首先我想要关于你现在能量的一个补充说明牌。Fiery climax approaches. Full moon in Aries. 对，其实我会觉得在这张牌里面，因为它是很强大的白羊座能量，就是火的能量，甚至因为我会觉得可能在选择第一组人里面，你在当下的能量状态当中，可能是其实我会觉得是有一些冲突在里面的，会跟不管是就是跟其他人的一些冲突，然后这个冲突是会导致于说你需要去做一些决定，然后也需要去理清楚可能就是过去背后的一些负担吧。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这接下来进来的这个能量是一个轻松的能量，所以对于某一些选择第一组的人来讲，你可能面临要可能跟某一个人的一个结束，就是你需要先把这一段东西放下，然后你才能够有一个轻装上阵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冲突可能甚至不是这个冲突，这个行动可能是需要尽快的去做的，否则的话就会有一种，其实因为在这个能量里面有一个意思是有一点就是缠绕，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有一种纠葛在一起，没有办法去迅速的断舍离的状态。但其实我会觉得这个行动下是需要你去快速的做决定，否则的话这个 healing 的过程可能会更加的延长，然后这个好的这个轻松的能量可能会就是怎么说会 delay 的一个状态，就是会延迟，它不会那么快进来。所以这个取决于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你可能当下如果处于一份让你觉得很有毒的关系当中，或者说甚至是可能周围的工作环境是一个非常压抑，让你没有办法去施展的一个状态当中，可能这张牌出现是在告诉你说你需要去断舍离，就是迅速的去做决定。当然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在说你需要去处理的问题是关于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冲突的问题。因为其实就是Aries 它其实就是所有的冲突浮现在水面，因为 Full Moon 它照亮白羊座的时候，它其实在讲说是就是在这个可能曾经藏在桌面下的那些秘密会慢慢的浮现出来，然后会是一个火药味非常重的一个状态。但这个是需要你去果断的去做决定或也好，或甚至是去直面那个冲突去解决问题的一个时刻，然后才能够说把自己可能一直压在自己心里的石头，然后去把它释放出来，把情绪释放出来，把所有东西释放出来之后，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就是可能真正去享受这段关系，要么结束这段关系，要么去享受这段关系更进一步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是关于这一张牌的一个说明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第二张牌接下来的能量的一个说明牌。OK， 然后第二张牌讲的是 Show the world the real you， 然后它是 Full Moon in Aquarius， 然后这个其实是水瓶座的能量。然后这张牌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说，就是可能因为有的时候在这就是过你现在沉浸在的这个能量当中，就是有些东西压抑，有些东西你会觉得可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或者说过多的责任感也好，它会让你压抑掉一部分真实的你自己，才会导致于说可能内在的冲突跟外在的妥协的一个冲撞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张牌在告诉你的事情是，就是如果你想要以一个更轻松的姿态，更享受的姿态
去继续下去，不管是继续一段关系，或者说继续一个一份工作也好，你需要做的事情是你需要做你最真实的自己。因为其实只有当你能够做你自己的时候，你能够回归到就是保护好你自己那个 inner child 的时候，就是你的内在的小孩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做一些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你才能够就是达到一个怎么说，不是说完美的状态，就是达到一个你可能达到的最好的状态。否则的话，就是因为当人一直处于一个压抑，或者说一直处于一个就是假装，或者说就是明明你不好，但是你却要假装自己很好的状态，就是明明你不喜欢，你却不愿意 say no 的一个状态，才会导致于说你可能在跟别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冲突和一些就是分歧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表达自己内在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即便这个想法可能会带来一定冲突的结果。因为有的时候表面的和平它是永远不会解决问题的，只有当冲突出现的时候才会 push 你 push 大家，然后去处理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你可能需要去理解的一个能量。而且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说这个 fire 就是这个 fiery 的这个顶点会到来，就是因为当下这一团就是没有，就是怎么说，有点像是心中压抑很久的怒火突然爆发出来的状态。然后在这个状态中，如果需要去灭这个火的话，你需要去把自己最真实最脆弱的部分然后呈现出来，然后去能够以一个轻松的姿态去做自己。所以这个是接下来的一个能量状态。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是一个从火到水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慢慢平和的状态，但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冲撞受伤，但这个是你自己需要去处理和面对的问题，好吧。然后下面的第三张牌关于接下来的建议，然后我们看到梦能王就会讲到什么。现场抽牌的话就会有这样的状态，就是全部掉到地上，然后我要花很长时间去捡它。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说接下来关于 OK， 其实这里有一张牌是这样子。OK， 然后 conclusion are we think rich， 然后是 full moon eclipse， 然后所以其实在这张牌，而且我会觉得在选择第一组牌人里面给到你的一个建议，其实我会觉得在这张牌里面，因为其实接下来在6月21号，对，然后根据你不同的时区可能会不一样，6月21号是有一个日食的一个状态，当然它不是月食，但是我会觉得其实是一个能量状态，它有一个暗示在讲说你可能需要去利用这个时间去做一些能量状态的一个转变，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去做一个转变。因为日食的一个能量它可能会持续到半年的一个状态，所以是一个就是如果你需要真的决定要做一些改变，或者说真的决定要去不管是结束掉什么东西也好，还是重新开始什么东西也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状态可以去利用的。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在这个建议牌里面，可能我能 get 到的一个信息就是关于这个时间点的一个提示，就是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就是怎么说一些 ending 的事情了，就是这关于这一段不
就是不管是关系也好，就是这个 partner， 不管是就是工作上的 partner， 还是你生活当中的 partner 的状态也好，它都需要你去达到一个你自己内在的一个解决方案。否则的话，就是压抑的东西不可能一直压抑，它迟早有爆发的一天。当爆发之后，你需要做的事情是，我能够以最真实的状态去呈现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的感受，然后去完成在跟其他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冲撞的过程当中，那个你需要反射的内在成长的一个课题。所以在这张牌里面，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意思是在提示你，可能是需要去利用这个可能，当某一些可能在当下的一个能量状态去转变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会发生，然后这个是你可以去注意的一个点。 OK， 然后我们看到最后一张牌给到你的一些疗愈的一些信息。OK， 然后最后的这一张关于电缆小孩的电缆天使的疗愈牌，然后他其实在讲说 You are special， 然后这个其实我会觉得，因为其实在整个的牌组里面能感受到能量，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在处理跟选择第一组的人在处理跟别人的关系的当中，不管是感情工作还是就是周边任何其他人的过程当中，你都会有一种，其实我会觉得有很多的妥协的能量，就是可能甚至是有一点就是 peacemaker， 就是你去迎合和讨好他人，可能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也好，或者说得到别人的喜欢也好，然后就是有一种没有办法去怎么说，去做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好像一直被一个同龄人的压力也好，然后去压在那个状态下，导致于说其实你有很多你自己独特的想法，或者说你有很多你自己想要表达的意见，你有很多你自己的东西，然后是因为可能外在的环境的影响下给它压下去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这个 Aries 的这个能量在里面，就是所有很多被压抑的东西突然一下子爆发，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就是可能因为你自己迫于当下环境所做出的一些妥协，然后去做出的一些讨好的事情，导致于说你会觉得自己就是碌碌无为，或者说平庸也好。但其实我会觉得说，想要告诉你的事情是，当这张 Indigo Angel 这张牌出现的时候，他在告诉你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然后只是说他需要告诉你的事情是，就是你需要去做自己，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当然做自己不是说我就要去反叛，我就要去就是去不遵从任何的规则，不是这个意思。做自己是知道说你要从内在的认可你自己是特别的，你要认可你自己，说就是在很多的时候我能够以一个自然和舒适的状态去做自己。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会觉得，当很多人没有办法做自己，是因为你没有勇气去 say no， 就是你没有那个边界感，你没有办法去建立自己的边界在任何的跟别人相处的课程当中。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在选择第一组人里面，你其实最大的课题是在于说，在你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如何去建立一定的边界，然后其实我不需要去讨好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我只要在乎我在乎的人就好，那种感觉。甚至是即便是可能你跟你相就是在乎的人里面，我会觉得说你需要去适当的表达自己的内在的真实的情绪，不要为了避免冲突而变成一个老好人，反而就是让自己最后变成那个怎么说，有一点受气包的感觉，然后没有办法去爆发，就是没有办法去发泄出来。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你不是一个平庸的一个状态，就是每个人都是平凡人，我是普通人，就是任何，即便是一个亿万富翁明星也好，他们其实也都是普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都有自己的意见，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所以其实不会因为说可能你没有
跟就是不会因为你跟别人的相处，可能你受到了别人的一些冷落，或者说甚至一些有 abandon issues 的一个状态发生的时候，你就不好了，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是一个每个人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只是说你需要从内而外的去认可自己这一点，然后去找到说你在这个跟别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以及如何去做你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做建立边界的东西里面，去得到你自己的疗愈，好吗？然后这个是关于选择第一组的人今天。OK， 然后我们来进入到第二组，是选择这一块紫色石头的人。然后关于当下你需要听到的一些消息，不管是你的高我，还是你的指导灵，还是宇宙想要传达给你的信息。然后今天用到三副牌，第一副是 Black Moon 这副牌，然后第二副是 Moonology 的这副牌，然后第三副是 Indigo Angel 的牌。OK， 然后其实今天的一个大概的框架是关于你现在的能量状态，以及接下来会进来的能量状态，以及给到你的一些建议，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框架的模式去传达，当下宇宙传达给你的信息。OK， 然后我们先来看 Black Moon 的信息是什么，关于你现在的一个能量状态，你现在到哪里的一个能量状态。Fire Element Desire。 首先在这张牌出现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在选择第二组的人里面，你当下可能应该是处于一个非常怎么说冲的一个状态，不管是在感情上，有的人可能是在感情上面可能会真的遇到自己可能理想型就怎样的一个状态，就是非常非常想要去接近他，或者说非常非常想要去联络对方的一个状态。然后如果是在事业上的话，我会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冲的一个能量的状态，就是你很想要得到你自己很想要已久的东西，可能是升职加薪也好，就是那种很强烈的那种就是激情在里面，然后会去促使你去做一些就是你去争取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一个争取的力量的一个状态。当然还有人，我会觉得在这个 fire 的力量里面，它其实会有一些很强烈的冲突在里面，因为其实而且甚至我会觉得有一部分人会因为可能甚至是一些过度的怎么说工作上的一个状态，可能过度的劳累，然后导致其实有点被燃就是耗尽了的一个状态，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会觉得是有这样的能量在里面的。然后大家可以去对应你自己目前符合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一个能量状态。因为我现在是会先用 Black Moon 的这个牌阵做一个框架，然后再用 Moonology 来做一个补充牌，然后最后用 Indigo Angel 的牌来做一个最后的整体的一个疗愈信息的总结。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接下来的能量状态是会有怎样的能量进来，关于选择第二组的人。对，第二张牌出现的是 Pisces I believe， 然后其实是一个有一点完全相反能量状态。其实我会觉得其实在真的在当下这个状态里面，就是不管是一种冲的能量也好，还是一个就是非常想要的那个能量也好，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 exhausted 的一个能量。就是我会觉得可能现在处于这个能量状态的很多人，就是选择第二组你们这些人，就是我会觉得其实有一点过度消耗自己的一个状态，不管是在感情里面还是在工作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过度消耗的状态，会导致于说其实你会有一点点想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Pisces 出现。因为双鱼座的能量它都是有一点就是有点想要逃避或者沉浸在自己的梦里，因为其实当下这个状态是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疲累的一个阶段，然后所以你会开始想要去慢慢的把这些火的能量去平复下来。然后所以其实当然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状态至少对于当下这个火的能量状态是一个好的能量，因为它会让你开始慢慢的说你可能需要去找到一个平衡，你可能需要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你不能一直在同样一件事情或者说同样一个人身上去把自己消耗殆尽，因为否则的话就是你化成灰也没有人会认得说到底怎么样了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是一个怎么说有一点不太值得的一个阶段，所以你需要去适当的去控制
控制住在那个很强烈的那个冲的那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是我会觉得在当下这两张牌出现的时候，我可能需要提醒到选择第二组的人的一些消息。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的第三个消息就是关于给你的一些建议。Sorry。掉下来就 OK， 是这一张 Eight House Endings and Beginnings。 然后当这张牌出现的时候，因为第八宫在占星学里面它其实讲的都是关于一些神秘的东西，甚至是可能跟鬼魂相关，或者说跟一些你看不见的一些神秘的一些信息。然后包括他也讲说是一个 ending 跟 beginning 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需要先有一些东西先死去，然后才会有一些东西重生出来。然后其实在这个状态当中，我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其实你现在的能量状态跟你接下来遇到的能量状态，它是一个冰火两重天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提醒你的是，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个 ending 了。其实我会觉得因为在第一组里面，如果大家去听到第一组的话，它也是有一个 ending 类似的能量 ending 和开始的一个状态，但我会觉得那个是跟这一组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因为我会觉得在这个能量状态里面，它其实决定的是这个 ending 的事情，不是 ending 你跟别人的一个状态，而是 ending 你自己内心里面的一些可能怎么说，就是有点类似于自我内在恶魔的控制的一个状态。就是可能也许你在很多的情况下可能过于的冲动了，或者说过于的就是有一些，就是因为你现在的火能量非常非常强，不管在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状态里面，你都是可能甚至有一些攻击性的，甚至是有一些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怒火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过程是在告诉你说，你需要开始在这个阶段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去把控你自己的一些莫名的愤怒也好，或者说莫名的一些冲动也好，这些东西是需要去控制的。因为其实当下的这个驱动力会让你可能会把自己消耗殆尽，然后导致于说最后你完全没有能量去继续你接下来的生活。然后甚至我会觉得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在这个非常就是不管是一段关系还是工作状态的消耗殆尽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耗损的问题出现。因为在 Pisces I believe 这张牌出现的时候，就是可能是正是关于精神上的一些可能需要休息或者说调整调适的状态。所以其实在这个牌的建议里面是告诉你说，你如果想要就是把这一些就是这些消耗你能量的这些环境的东西去理清楚的话，你先要先清理自己的内心，你先要先清理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驱动力的状态。那些让你觉得愤怒，那些让你觉得很怎么说，就即便是可能你在做着你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事情，你也需要去注意那个分寸和那个度，否则的话它会让你就是一旦天平倒向了另外一边，你的生活是没有办法，就是你的那个生命之轮是没有办法继续流畅的往前转动的。所以这个是你需要去控制的事情，这个是这张牌讲的 ending 所在的问题，跟第一组的那个 ending 其实能量上面有一些状态上的差别。然后我们可以看到Moonology 来给每一张牌做的说明。然后我们先看到是关于第一张牌，也就是你现在的能量状态的一个说明。OK， 然后这张牌讲的是 Waning Moon， 也就是亏月的一个状态。所谓亏月就是慢慢从 Full Moon 到 New Moon 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过程是越来越暗淡的过程。然后他讲的是 What do you need to release？然后这个意思也是在讲说，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其实在现在这个状态当中，你有很强的怒火，你有很强的一些愤恨，甚至是有一些就是可能你内在的一些完全消化不了，或者说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些情绪在里面。所以这张牌其实在告诉你说，有些事情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有一个新的开始，你真的想要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崭新的人生，或者说你的篇章需要继续往前走的话，你需要先去放掉一些东西，你需要先灭掉那些火，因为你看到说
他在问你说 What do you need to release? 你需要释放掉什么？这个是也许你自己需要去问你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会觉得当下在选择第二组的人里面，你有很多的东西放不下，你有很多的东西就是一直握在手里，然后想要紧紧的抓住它，但其实它已经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了，然后它一直在消耗你的能量了，然后但是你依然没有办法放弃，所以这才会导致于接下来这个能量状态，它其实是一个希望你能够更有一个怎么说精神上的成长，因为在这个里面，我甚至会觉得是有，甚至是有一些精神身体上的一些疲惫的状态，可能你身体都已经开始发警报的一个状态，才会导致说，哎 ，OK， 接下来你是时候去休息了，你可能真的需要关注一下你自己精神上的一个健康的状态，你需要开始慢慢的控制平衡你内在的那个过度就怎么说，就是火的能量出现，所以这个是你需要去释放掉的东西，因为在这个能量里面，我感受到有非常非常多的放不下，非常非常多的执着。甚至是有一些想要报复或者说愤恨的一些能量，可能会觉得是某些事情的不公平也好，甚至会觉得说一些让你觉得非常非常难以去平衡，内在 难以得到平衡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是需要你包括这样 8th house 这张牌在讲说，你可能需要可能更多的去做一些关于冥想也好，或者说关于更多的精神上的层面的一些理解也好，去追求也好，能够慢慢的把你这种就是强烈的火的能量去把它平复下来。 OK，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张牌关于 Pisces 这张牌的一个说明牌到底是什么。You're good enough. Full moon in Virgo. 然后其实当这张牌出现的时候，我现在目前能够感受到的消息是，我会觉得在选择第一组人里面，可能真的你在当下的一个状态，或者说过去的一部分的时间的能量状态是，就是因为你一直想要去证明自己很 OK， 你一直不管是在职场上也好，还是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也好，你永远想要证明自己比别人好，然后你永远想要证明自己是最好的，就是那种就是比较的过程当中会让你精疲力竭，然后你永远会有就是有一种毫无止境的追求的过程当中，然后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停下来，然后直到你身体或者说直到你的身心都出现一些警报的状态的时候，所以这张牌的出现是在告诉你说，你需要去理解说，就是你需要就是如果大家一直活在比较当中，你一直想要去证明自己，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无止境的追求，你这一生你这一辈子可能都追求不完，永远有比你更好的人，永远有比你就是可能家庭更美满事业更成功的人，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你在跟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调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讲说这个可能跟第一组的一些能量状态是有一些不同的，它也是一个 ending， 但是这个 ending 是你需要跟自己那个较劲的那个过程把它去放下，你要知道说其实你自己已经足够好了， 很多时候那个好的状态不是跟别人比较出来的，而是在于你自己内在平衡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会觉得在这一选择第二组牌的人里面，很多人的能量状态是一个失衡的，就可能当你看到别人有更好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达到那个更好的状态，但什么是好呢？你有没有以自己定义的好呢？不是所谓别人的那些所谓成功的好的路就是你需要走的路，你需要去定义自己的一个好的状态，其实我会觉得真正的一个成功，真正的一个幸福，真正的一个美好的状态是你能够达到自己就是 inner balance 的一个状态，就是你不会觉得说我看到有别人比我更好的人，我就会觉得自己多么多么的不堪，我就会觉得我就一定要去比他更好，我才会觉得我的人生是完整的。如果你是那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就是你的人生就会变成一个永无止境的一个陀螺，但是你不会一直年轻，你不会一直有那么 强烈的就是强盛的体力，所以你需要去有一个
在适当的时间，或者说在整个的，就是放长远一点。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 Eight House， 包括 Pisces， 它其实都在讲说你需要去做更多的精神层面上的追求，而不是一直在物质世界，或者说你现实的这些世界一直的去活在与别人的比较当中。否则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释然，你永远没有办法去找到你自己内在最真实，或者说最平和最美好的那些东西。就是真正的幸福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从与别人的比较的当中。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张牌，就是关于 Moonology 给你的一些建议。Okay, there we go. Confidence is the key to success. New Moon in Leo.OK，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在选择第二组牌人里面，我会觉得你的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是在跟别人的比较当中度过的，导致于说你永远觉得，当然我会觉得从用另外一种说法来讲，就是可能选择第二组的人呢，你们都非常非常的有上进心，你永远想要往更好的方向去走，你永远想要达到更好的东西，获得更好的一些物质财富也好，就是你永远想要更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没有错。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一直不断的消耗和损耗你的能量的，甚至会有一些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因为你永远只能看到说就是别人比你好的部分，然后导致说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 loser 的一个状态，甚至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别人都可以那样但我不可以。所以他在讲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自信是一个非常你成功的关键。但我会觉得这个自信不是说我自信我就比别人更好，而是说你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然后达到自己最好的状态。就像那里说，可能同样做一件事情，我不去跟别人比说到底说我是不是比他做得更好， 而是跟自己去比较说我是不是能够比我之前做得更好。就是一个跟自己竞赛的过程，而不是跟别人竞赛的过程。甚至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就是只有当你很笃定自己的一个能力的时候，其实你是不需要去得到别人的肯定，或者说别人的一些评价的，你自己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只有当你不确定自己如何的时候，你才会那么强烈的去获得别人的关注，或者说获得别人的一些认可和期待也好，去满足别人的期待也好。所以这个是可能你当下在，我会觉得至少在当下的一个状态当中，潜在的一个你需要去处理的课题，好吗？然后我们来看到关于Indigo Angel 的疗愈信息。You already know.OK， 然后其实当这张 You Already Know 这张牌出现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 Indigo Angel 其实在告诉你说，其实你自己的这些问题你可能已经都知道，然后你自己甚至可能在身体上或者说一些精神上，其实已经被这件事情或者说一直长时间处于这样的一个连轴，就是像一个陀螺一直不停转的过程当中，已经感到很疲惫了，但是就是有一种就是压在你身上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在告诉你说，在当下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想要去让自己真的达到一个内在的平衡的话，就其实是建议你真的需要去做一些关于精神上的一些追求，哪怕去学习哲学，或者说塔罗牌或占星学这些东西也好，就是这些跟一些精神层面相关的内在探索相关的一些灵魂探寻的东西，才会让你能够更加找到说其实隐藏在自己内心里面最真实的幸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不是一直处于跟别人比较当中。如果你一直处于一个在物质世界里面跟别人比较的过程当中，你永远也没有一个成功的定义，因为每个人对成功对于幸福它定义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定义它不一定是满足于外在的物质世界的一个定义，所以你需要去先去找到你自己的定义，你才能够达到自己内在的平衡。而且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没有完美的人，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够好的状态，但每个人都是一个完美的状态，我们就是一个完美且独特的个体。我们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另外一句话讲，就是不完美也是完美，不完美是另一种完美。所以其实你需要知道的事情是，你在当下知道这样的能量状态之后，你需要去处理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会觉得在选择第二组的这个 ending 和 beginning 之间，它其实是一个
关于内在自己可能旧的行为模式的一个切断，就是我可能真的需要停下来认真的想一想我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是不是真的这样一直操劳，或者说一直毫无就是骂就是怎么说有点像就是甚至你的忙碌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些比较的东西到底有意义吗？所以这个是我想要问你的问题。所以在选择第二组的人里面，我不想给你更多的一个解答或怎样，是因为我会觉得其实很多的问题你其实已经知道，只是在这组牌里面告诉你的东西是你需要放掉那些可能就是比较的生活，就是放掉跟别人较劲的生活，你可能需要更回归到你自己内心的一个平静的状态。因为只有当你能够达到内心平静的一个状态，你才会有那个就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的那种笃定，对自己能力的笃定和对自己人生方向的一个笃定，好吗？然后这个是关于选择第二组牌的人你需要知道的一些信息。 OK， 然后接下来是选择第三组人这块橙色的石头。然后今天是会用到三组牌，第一组是 Black Moon， 然后第二组是 Moonology， 第三组牌是 Nigo Angel 的牌。然后今天会大概以一个就是现在的能量状态，然后接下来会进来的能量状态以及给你的建议的这样的一个牌阵的框架，然后来传达宇宙给你的信息，或者说指导灵给你的信息之类的，看你如何去定义它。 OK， 然后我们先从 Black Moon 开始。然后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你现在的一个能量状态到底是怎样的。OK， 然后其实因为很有趣的事情是刚刚第二组里面有 Pisces 那张牌，因为 12th house， 然后它其实跟 Pisces 是相关的。然后其实在这个牌里面我会觉得有一种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受到的信息是，当下在选择第三组的你们是有一些在逃避某一些问题，然后甚至是有一些东西你不想要去面对，然后就是有一种把它烂在那里的感觉，然后就是完全不想要去处理，甚至是有一点脱离现实的一个状态。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说，我会觉得可能是因为可能当下整体全世界大环境的一个影响下，会有很多人遭受一些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打击，各式各样的打击。然后在这个打击面前，有我会觉得在这一部分能量里面是可能选择第三组人里面你会有一点点就是有点失去 hope 的一个状态，就不知道接下来要怎样去做，所以是有一点非常非常迷茫，而且是想要去逃避不想要去做任何的状态，甚至有的时候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能量在里面。然后我们来再多看一下到底接下来能量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对，然后因为Moonology 我会先做一个框架，就是大概的一个传达的信息是如何的，然后再会去用 Moonology 去做补充，然后最后用 Indigo Angel 来讲说整个的一个选择第三组人的一个疗愈的一个总体的一个信息。然后接下来能量选择第三组到底是怎样的。第二张牌是 Force，
OK， 其实我刚刚已经讲过，然后在第一张牌里面，就是选择第三组人，现在的能量是一个逃避、不想面对，然后甚至是就是躲起来，甚至是拖延的一个状态。然后，所以当第二张牌出现的时候，他其实在讲说，就是这个东西，你现在这样的状态，你是不可能持续很久的，就是总会有一件事情，就接下来总会有一件事情发生，去 push 你去往前走，就是你。逃了，就是你需要去做一些决定，或者说你需要强迫你自己去面对某些东西，因为逃避是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的。不管你现在处于是一个感情的状况，或者说是一个工作上或者经济上的一个打击的状态也好，就是你总需要站出来去想办法，因为没有人会帮你去完成你自己的人生。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在讲说，接下来的能量是会就是强行推着你去往前走，去面对这些你不想面对的东西。然后第三张牌给到你的建议，我们会看到是什么东西。I will。 对，其实这个就其实已经很明显了。然后你可以看到第三张牌，他给到你的建议就是关于狮子座能量，就是我会去做，因为狮子座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然后想要往前冲，然后想要当一个 leader 的状态。所以其实当下他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其实就不管当下面临怎样的困难，因为其实在现在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情况下，就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困难，可以这么讲，就是很多人都受到了各种各样及各种各样的一个怎么说，就是黑暗的一个状态。然后但是当面临这些黑暗的时候，不是说我去躲起来，或者说我去不去管它就好了，或者说我就是放在那里就好了，那个是没有用的。所以其实这张牌的建议是在讲说，你需要去站出来去面对这些东西，你需要站出来说，就是去处理，就是接下来这一些可能你会觉得很糟糕的东西。当你真的有，就是当你开始面对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只是说可能也许在这个时期里面真的会非常非常的难，但是如果你放弃那个希望，或者说你放弃那个怎么说内在的那个驱动力去面对它的过程的时候，你永远找不到解决方案。因为只有当你开始面对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才有可能说去找到那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所以这是这张牌出现的一个原因。然后我们来看到说，就是 Moonology 到底有没有一些说明牌给到这三张牌。然后可以看到第一张，对，我觉得，哎，然后其实讲的是同样一个意思。然后大家可以看清楚这张牌，上面讲的是 Be bold, make the first move， 然后是 Cardinal Moon。然后所谓的 Cardinal 是讲的说是你需要去发起一件什么事情，你需要去开始着手某件事情，也就是在讲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去做一些。你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里面，或者说停留在不敢面对的状态也好。我会觉得可能有一些人是面对说可能感情的状态，可能会有一些纠葛的事情，然后可能各种复杂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复杂的一些抓马的东西出现，导致于说可能不想去面对，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然后就开始就觉得说 OK， 那我可不可以先不要面对，我先逃避。但这个在讲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些事情该结束就一定要结束，该开始就一定要开始，我们不可能永远停在原地，时间不会等你。所以在这一副选择第三组牌的人里面，我会觉得很多能量是你需要去把自己过去不敢面对的问题、逃避的问题、不敢处理的问题摆在台面上来一一解决。 sorry， 就是有点，就是因为其实看到这张牌里面，就是我觉得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因为就是好像一直可能宇宙一直在推你说，哎哎哎，你要往前走了，然后你一直在那边，哦，不行，我不行，我不想，我不想看，我不听，我不听那种状态。所以这个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就是很着急，想要去 push 你的那个状态。包括其实这张牌也是在讲这个意思，就是你需要去做，就是没有人会帮你去做，去解决一些问题。
你生活当中的问题也好，然后你不敢面对的问题也好，问题它一直在那里，它不会通过时间而解决。很多人会觉得说时间是会解决一切的东西的，但它不是，时间是不会帮你解决任何问题的，它只是自己在走，至于要不要解决完全是在看你。所以有的时候就只是问题烂在那里了，它其实一直没有被解决而已，但是可能总会有就是这样那样的机会，然后会那个没有被解决的问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去出现。也许你会觉得说 OK， 我跟之前某一个人分手， 那个分手的状态当中可能是你自己有某一些问题的，或者说对方有一些问题，你们这个之间的问题没有被解决，也许可能 OK， 这一段已经过去了，那但是它可能会发生在下一个人里面同样的事情，然后又会发生，但是你还是不会如何去处理。所以其实这无关是，就是所以这个大家总会有一种时间会帮你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错觉，但其实这个不是答案，就是所有的答案，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案都是你自己要去花行动去处理去解决的。所以这个也是在告诉你说，就是你就是该来的，你永远是逃不掉的，所以你需要去面对它。就是只有当你面对它了之后，你才能够去完成这个关卡。就像我像在前言里面讲到说，每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他都是有课程要上的。就是即便说你用塔罗牌，你去找算命师去算你接下来会怎样的一个状态，就像你知道下一关卡，但是如果你没有完成这一关卡，那下一关会跟这样的关，就上一关可能是同样的问题。所以就是你即便看到了下一关，你也没有办法闯过去，因为你这一关的问题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你在逃避。OK， 所以这个是关于这张牌讲的东西。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张的说明牌到底是什么。对，然后这张牌其实在刚刚第二组牌里面其实有出现过，就是 Confidence is your key， 然后是 New Moon Leo， 然后但它出现在你接下来的能量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其实它在讲的意思是，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害怕去解决的问题，它可能有的时候只是你自己的一个担忧。因为其实我在现在里面看到很多的人退缩的原因，是因为你害怕你做不到，或者说你害怕你没有能力去解决那个问题。然后有时候我想讲说，其实在这张牌的能量里面，他想告诉你的事情是，你不是没有能力，然后你也不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它，只是你自己给，就是怎么说，你好像给，就是放大了你对那些可能结果的一些恐惧，你知道吗？就是把那些原本可能不存在的事情，可能只要你去做一下，你去尝试一下，这个事情就可以解决了的事情，你把它的那个就是恐惧感，恐惧的程度放大了无数倍，然后导致于说你就越来越退缩，越来越觉得说 OK， 我不行，我没有办法做。但其实你可能只要轻轻的就是跨出那一步就好了，然后很多事情可能自然而然就会迎刃而解。但是只是你困在你自己的壳里面，然后想象中外面是一个无比黑暗的世界，然后没有任何的希望的一个过程，但其实可能就是机会就在那里，或者说解决方案就在那里，只是你不敢就是逃出你自己的壳去触及它。所以这个是一个你现在的一个问题。所以包括其实会觉得说，在这个状态是在接下来的能量状态当中，就是会有一些事情会 push 你前进，就是你不得不前进。但是我会觉得你自己当你听到这组牌的信息之后，我希望你能够知道说，有一些不敢面对的问题，有一些害怕去解决的问题，你需要可能用一个更理性的态度去正视它。你要知道说，有的时候可能你认为的不能，其实只是你想象当中的不能，而不是实际当中你不可以去做。就是我们总是觉得说，哦，这个事情我好像没有做过，或者说这个事情我好像可能没有经验，那我就不会。但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有的时候你没有经验不代表你不会，你没有经验不代表你不能，但是你总要去尝试，你才会知道说自己的点到我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如果你永远不踏出那一步的话，你永远就像我刚讲的，你永远达不到解决就是怎么说解决问题的一个答案。这张牌讲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张牌关于给你的建议 Moonology 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确认说明牌。C， 就像我刚刚讲的，给大家看到这张牌，就是他讲说 Walk through your fears，
New Moon in Scorpio， 因为我会觉得其实在很多人在选择第三组牌的人里面，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或者说也许是当下的状态也好，可能是甚至是更多的人是一个旧的行为模式也好，你会放大你自己的恐惧，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事情跟没有那么可怕，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你想象当中的可怕，但是你就是会无限的去放大那种你对未知的恐惧，然后你对就是很多事情的不确定性。因为其实当这张牌出现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在选择第三组牌人里面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不管是在处理感情还是在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也好，就是一旦遇到未知的，你觉得你没有经验或者说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时候，你就开始退回到自己的壳里面，然后把那个害怕的东西无限放大。但其实即便是所有人都在跟你讲说 OK 尝试一下， OK 去处理一下，你还是会觉得说不行，那个东西太可怕了，不行，我没有办法去做。但其实很多时候外面是一片光明的状态，只你需要做的事情只是需要踏出那一步，但你会把所有的事情无限放大，那些恐惧的东西无限放大，这个是让就可能甚至是让你周边的人都有一点抓狂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是给到你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不管你当下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就是它给你的是一个勇气，说你有那个能力，或者说那些你所谓的担心的东西、害怕的东西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需要去尽可能的去花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它。因为只有当你能够面对自己的恐惧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处理说你接下来的一些困境的东西，你知道吗？因为 OK， 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先平复一下我的情绪，因为其实在当下传递这个信息的过程当中，我会甚至会觉得说我都有一些就是想要 push 你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所有东西都在讲说 OK， 你要先做第一步，你要相信你自己是可以的，然后你要处理你自己的恐惧，部的东西都是在讲说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你要先去面对它，然后再去处理它。 OK， 然后这个是关于Monology，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Indigo Angel 到底会给你怎样的一个信息，关于选择第三组牌的人。OK， 然后有时候就是我觉得塔罗牌和神谕卡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它永远有就是会让你惊喜到的地方，包括这张牌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是另外一个 confirmation 的一个状态。然后他讲说 believe in yourself， 然后这张牌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很多人他就是我会觉得在选择第三组的人里面，大部分的你们可能都是一个怎么说，有一点杞人忧天者，就是你会有很多的顾虑，很多的想法，然后很多的就是害怕自己做不好，或者说害怕自己不会做，或者说就是对所有的未知的不确定的东西感到无所适从。然后你的第一反应不是说哎，我要不去试试看吧，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我回到我自己的舒适圈里面，我回到自己的壳里面，然后这样我就不会犯错，这样我就不会受伤。所以你就一直躲在那个壳里面，然后导致于说可能一直停留在某一个阶段，或者说某一个处境当中，永远没有办法出来。这个可以适用到你自己的感情生活方面，也可以适应到你的工作里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在告诉你的事情是你要相信你自己是可以的。其实很多的东西都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很多那些恐惧的东西、不确定的东西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需要去学会拥抱那个不确定性，你才能够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否则的话，你永远停留在那个壳里面，你不知道天地变化了多大，你不知道就是如何去以一个怎么说，就是有点就是说没有办法与时俱进的一个状态，就是好像你一直活在一个影视的模式里面，然后不管这个外面世界如何变，你一直处于那个就是隔离的状态。但那样的状态下，你永远得不到成长，你永远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关卡。所以这张牌在告诉你说，你需要去相信你自己，因为在这个所有的牌面里面都在讲说，所有的恐惧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甚至是说你自己会放大那些恐惧，然后你不敢去尝试，你一直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